但是东湖离我很近，我有时间可以过去，看我能不能碰到你哈。你可以过来，我给你。你听得懂中文吗？A little bit. I can speak a little bit Chinese. Can you speak English? Can you speak Chinese? A little bit, a little bit. A little. 嗯, what? Your English so good. No, a little. A little 我bit. 也只会一点点英文，我也只会一点点英文。啊，这么厉害。你来自哪里？你猜猜我来自哪里？我来自湖南。湖南？嗯，你，我感，你是湖南人吗？对呀，我是湖你南是的，混血吗？我不是，我是中国人。你是中国人？对，真嘟假嘟？真的？真嘟假嘟啊？你怎么讲的像外国人？你是哪的呀？你真的是中国人吗？真的？你我是来哪里？自湖北，湖北哪里？湖北武汉。我现在就在武汉，但是我不是武汉的，我去河南的。你现在在武汉？对，我在武汉。你真的是湖北，湖南人。对，我是湖南人，你是哪里的？我是湖北的呀。你怎么讲的不像中国人？我长得不像中国人，你像外国人，你是哪里的？你说实话吧。我长得像外国人吗？真的吗？我长得像外国哪里的？外国哪里？我长得像哪里的人？你百度一下。哈哈，没有百度。你是不是 泰国好，人？我是泰国，萨瓦迪卡，这都被你发现了，我是泰国人。萨瓦迪呀，卡，你不会想说我是变性过来的吧？萨瓦迪卡，酷酷卡卡，高空我不是卡。泰国人啊！我跟你说实话，我是泰国的。你是泰国的？嗯，我是泰国的，怎么可能呢？欢迎来到美丽的泰国。泰国？嗯，真嘟假嘟啊？监督。真嘟啊？嗯，感觉你像你像。感觉你像，我刚才想说你是哪里的人来着，我忘记了那个国家叫什么，你百度一下。我百度一下，我就一个手机百度不了，我看我评论区有没有人百度一下，我评论区说你是非洲的，我不是非洲的，我都跟你说了呀。他们说你是非洲卢旺达。卢旺达是什么鬼？我也不知道，他们说非洲卢旺达是什么意思？我也不知道卢旺达是什么意思，我也不你知真道，的假的？真真的。的？你是湖南的，那我问你几个问题。嗯，可以。湖南有什么特色？湖南有什么特色？啊，我忘记了。哎呀，我忘你记忘了，记了？因为我好久没有回家，真的好久没有回湖南了，所以我忘记。那你现在在哪里？我在湖北武汉。你，Are you ready？Yes, I'm ready。你在武汉哪里？我在武汉汉泾区。什么区？这个剧叫什么？说你实是，话，他们说你是留学生哦。留学生，我不是留学生。但是你为什么英文讲这么好呢？因为我们家是讲英文的。你们家讲英文的，湖南讲英文吗？哎呦，我操！暴露了，哇塞呀！我是非洲的，我是非洲肯尼亚。肯尼亚，嗯，我们肯定要讲英语，肯尼亚就讲是英语，一般非洲不是讲非洲话吗？非洲不是一个国家的，非洲漂亮吗？非洲不是一个国家的，非洲漂亮，非洲有很多国家的，你懂吗？哦，你们非洲人凶不凶啊？别吓我，我还想去玩的。你猜，凶不应该凶？不凶，应该不凶。嗯，那你是留学还是在这边，就是工作呢？来这边旅游？
我是大马戏的演员。大马戏的演员，对，我是在这边工作。工作哦，嗯，大马戏，你没有去过没有？我没有，你去过东湖海洋世界吗？没有哎，那我在东湖海洋世界工作。东湖海洋世界，对啊，但是东湖离我很近，我有时间可以过去，看我能不能碰到你哈。你可以过来，我给你交马戏团的票，你可以看表演。马戏团的票是吧？但啊，是我之前去过一个，就是武汉的那边的玛雅，不知道你知不知道？那边就有非洲人表演，穿的那个小那个不知道是什么，反正就是在那里表演，拿个鼓啊这个什么哦，的。应该不是这边。应该是哦，另外一个地方，我不知道你们是这不是。是耍杂技是吧？就是特对，长。是的，杂技。那也挺厉害的，挺厉害的。嗯，还有骑马，你会骑马骑吗？马，我不会骑。我们哦，这好边的。没有草原给我骑。我们这里也没有草原，就是我们在骑马表哦，演。骑马挺厉害的。谢谢，有机会来看表演。可以，有机会肯定联系你。好的，好的，那先这样喽。好的啊。